这次我到大陆祭祖是我多年的心愿。我们中华文化讲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，这是一个伦理教育。尤其是我很快的就要满73岁了，却是第一次到大陆，但是我欣慰的是大陆的民众对我的这个扫墓都非常的热情。大陆媒体有播放啊我扫墓祭祖的镜头，短短一天呢就有1亿2000万人点赞，让我感到意外，但是也相当的感动。可见呢，人性是两岸共同的一个特质。这一趟旅行下来，我发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媒体评论所说的九二共识又活过来了。我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坚持九二共识，求同存异，彼此尊重，和大陆就可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，可以尽速恢复交流与对话，这样子最符合我们台湾民众的利益。